Trương Trinh ạ.你们就只顾着自己吃，还好叶君哥哥发现我没有鸡腿，特意给我夹了一个。谢谢燕君哥哥，谢谢哥哥。你怎么不让你家弟弟？你家弟弟想不想吃棒棒糖啊？每次叫你，你都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。还是叶金哥哥好，直接承包了所有的棒棒糖给我。来，你们吃。谢谢叶金哥哥。叶金哥哥真的好贴心，好温柔啊。他帮你夹鸡腿，是因为没人敢和你抢；帮你拿棒棒糖，是因为你一直盯着那个棒棒糖不放，还有，他让你拿一只，没有让你把整个都抱走。就算是你说的那样，那不还是能证明叶君哥哥很温柔吗？又有才华，性格又好，不愧是我崇拜的人。切，花痴。重点不应该是你吃东西吃的又多，而且吃的又快吗？你看这张。你们手里的冰淇淋都快吃完了，我手里还有一大半呢，还好意思说我吃的又多又快？幸好我有证据。那是因为你已经在吃第二个了。哼，你要证据是吧？来，你东西在我手里，明天来我家里取，不然我就撕票。哎，你。就是为了一本相册，不至于吧？晚点再出去，我可不想和陌生人假客气。所以我就说嘛，你家我家是最佳选择，24小时热水服务费全免，还不用被迫跟陌生人打交道，怎么样？心动了吗？几点？7:15。我问你明天几点？随时，随时都可以。那提前说好。我们各做各的，不准吵，别烦我。放心吧，规矩我都懂。